享受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哥，欢迎你们收看强哥小文小姐今天不在啊，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然后今天的话我们要玩一张跑酷，这张跑酷可厉害了，你看这满地都是各种材质的钻石啊。然后我们看看今天这个跑酷谁能拿第一名呢。好了， Let's go， 走走走，嘿，这种跑酷很简单。完了，说简单就打脸，我的天。房主作弊，我看房主作弊是什么东西。我这个是青石台阶钩爪，就不要拿了吧，作弊还是不好了吧，作弊不是好孩子啊。哎呦，一人跳一块啊，我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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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保个成人点，跳跳，这种很简单，靠着墙边滑过去，我滑过去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你们加油啊！强哥已经过了第二关了，踩着钻石蹲着，这个跑酷感觉上很不是很难啊，主要是比较繁琐。哎，这边的话，走钢丝上去，烤辣条很简单，这个超级简单，跳跳跳，然后这里的话是往左边走。这好像是一个龙头，这边再保存一个成人点，强哥太棒了，把我挤下去了，真的吗？哎呦，你确定是我太胖了，还不是确定是你太胖了啊？呸，确定是你太胖了，还是你太胖了，还是我太瘦了把你挤下去了啊？我是标准身材好不好？我可是拥有高大帅气的脸庞加完美的身材。哎呦，嘉文你居然还干掉了一个，不能打架哦，这是跑酷、哦、你是不是把人推下去了？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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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还好，从这里开始，我走我走我走走走，嘿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，主要是一定要别让他把我给挤下去了。好，到了，这箱子烤电机，反正就咱们，这个东西有机关的，不能踩在上面。哇，完了，那个上面好像必须得踩有。看看，哦，应该是这样。哇、哦，这好像要配合哎。跳，这个应该是可以跳得过去的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过来了。哇，这里可就恐怖了，你看这个激光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激光跑酷怎么跑嘛？这天哪，这小萝莉用水，萝莉使用小飞鼠，利若，好吧，利若使用小飞鼠嘛。